好不容易把老公给骗出了北京，跟我来到了山里边，结果还是给大禹给叫回来了。水太大了，鞋啊什么的脚全湿了，太冷了。这一趟出门开车呀，我就被窦唯的音乐陪伴了一路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啊，我最早知道这个窦唯啊，是他唱那个《Don't Break My Heart》和那个《无地自容》。哎呀，循环播放了好几个月，磁带听卷了好几盘儿。但随着我长大了以后呢，我更喜欢他后来的音乐。音乐界啊，都承认何勇说的那句形容窦唯的话，就是窦唯呀，是个仙儿。后来的这个黑豹这个乐队主唱，再也无法超越。你就是来100个、1000个也没戏。还有一个人叫华东的也说过，说窦唯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高级，什么是震撼的感觉。当年面对这个王菲的追求和现实的五光十色的诱惑，可能是。窦唯啊，懵逼了。结婚以后呢，就像那个王尔德说的那个，有一种婚姻呐，就像一个房间，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，每天这个房间的墙都在向你缩小，但你没察觉，直到有一天呢，你才发现你已经无法转身了。于是窦唯啊，后悔了。窦唯这个人啊，性格可能还有点那么个小缺陷，他呢永远是怪四周的墙在挤压他，从没想过啊是他自己走进的这间房间。正如他的那个《高级动物》里边的一个歌词说的："幸福在哪里？"摇滚乐那个界里边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臧鸿飞，他就说过有好多的这个大企业啊都找过他，就说啊你只让窦唯唱一首歌，给多少钱都行，哪怕上采访也行啊。你猜窦唯怎么回呀？我不要，我就有一辆自行车，每天能吃一碗饭，一碗面。我够了，我不喜欢这个社会。想想啊，那个年代的摇滚，崔健的那个音乐呀，你必须看歌词儿，你才能懂他的歌，是一种时代的歌。而窦唯的音乐啊，我认为那叫真正的音乐，就是他把韵律、歌词、声音。包括周围环境的声音，都组合在一起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，完美的音乐。没想到吧？但我也还有时候还经常画个画，很有才气。感觉画里边啊是另一个窦唯，但出了鸟来了。窦唯呀，关于他的画说了，我的画。不卖，不展。我喜欢窦唯，是因为啊，窦唯的那个状态，我虽不能治，但心神往之。做梦。
就那大长头发那个谁呀、傻逼似的，就是、啊、听惯这个吗？我操他妈叫什么玩意儿了？我他妈我不理解，到这儿我人都跟傻逼似的。我不理解，真的不理解，一群傻逼。没文化，真的，操！88年他们家搞音乐。连你妈音箱都没有，高音喇叭呀。